我是真的爱上李妹。谁呀？竟然她不是男的，是个女人。她一看就是个男人嘛。你给我站住！谁也别想吓跑我的弟媳妇儿。恒伟爱上李妹是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决心。你说他亲你了，继续刺激恒伟，逼他承认对你的感情。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如果你不敢说，我就闭眼睛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至10点，请收看《鬼知识点》。